目前怀有7个月身孕的艺人蔡少芬将在9月17日正式满47岁。趁着中秋佳节空档，蔡少芬相约好友红星、陈法庸见面聚餐。两位好姐妹还为蔡少芬准备了一个小蛋糕，而蔡少芬是素颜上阵，红星就戴着墨镜。所谓三个女人一台戏，当天三人见面的聊天内容也非常搞笑。蔡少芬更拍下视频放上抖音，和大家分享她们之间深厚的姐妹情。剪过，咁咧即系剪接啊嘛，佢老公叻啊嘛，咁咪叫佢老公剪咯。佢老公话我剪自己嘅啫，剪你睇入边个老婆嚟噶嘛。你做咩咁啊？所以咧，我已经谂咗啦，我哋咧。嗱，而家我哋就當拍嘢啦，開始啦 ，action 咁樣做曬所有嘢，跟住之後咧，有咩有見過八婆啊？即係靚哥做事，吃蛋糕。另外，不少網友都大讚三個女人聚在一起相當歡樂，看來她們也不時拿好姐妹的老公來開玩笑啦。而红星当天看上去心情也不错，似乎已经走出老公张丹峰之前出轨风波的影响。魔方传媒综合报道。